要让它是来，对，原来它是会往一边撤的嘛。对啊，我这边倒，垫个东西，手进去里面，手进去里面，骨盆呢？骨盆这边往下压，这边往这边拉，拉过来，它就骨盆就水平状态。哦，所以每次躺在床上就要跟它拉水平状态。那如果这样水平的话，下面就不必垫了。不用垫了，它就不用垫。那如果要垫的话，就要垫那边，因为它是那边这边长脚嘛。没有，它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脚，单纯的脚，比较单纯的阿脚啊，左边屁股一定小肉，啊，但是两边都不是，它不是哈，它不是在单纯的那个一只的脚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所以它不是单纯的，不是单纯的那个什么，单纯那个脚，进来也可以出去啊，这个哈，你看也可以出去，也可以进来，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像单纯的只有向内，没有向外的，它都两边都可以动，你看，骨盆它两边都可以，都可以动的。它原来是那边比较困难拉开，对，是拉开哈。本来是左边比较困难拉开，因为它都是往，这个。对，它是这边比较难拉开，所以说它没有屁股，没有，你看摸摸两边屁股，摸摸，哎，两边是一样大小，哦，两边是一样大小，所以不是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问题哦。如果单纯来讲，一边会小偏，哦，小偏知道吗？哎，就是会没有肉，没有肉啊，刚刚两边都有肉，所以不需要垫，啊，不需要垫左边的，哦，这样尽量这样的骨盆。自然的平的状态比较好哦，是，所以我们的腰比较不会酸，对，因为我们发现它有一边那个肌肉特别酸，所以我们给它那个弄沙龙 pass 给它在一边的背部，因为老是让它睡一边嘛，肌肉就拉偏到一边，就比较没有给它老是睡一边，因为它是要翻的，哦，他们。看护都会，左边右边都会，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，所以哦，每次要给它，让它水平状态，要把它拉到水平状态，哦，这样。为什么这个要用布的呢？不是，因为我比较习惯用布的。哦，这样。因为你那时候。那个，因为一般买的都是三条，都是。因为治疗师习惯用都是这条布带。哦，是有这样的不同。因为布带你们绑不会绑嘛。哦。不会绑，所以说我都是用三条那种带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他给你点头了。不会烫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妈妈给你啊，你看。慢慢是有点松的。一点点的，一点点让它松了哈，这脚对着起。妈妈呢，摇了摇。显然它很舒服的样子哦。人家是很舒服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舒服吗？舒服吗？都不会痛。那个半三岁爷爷最喜欢做这个。做这个。他是做了五年了嘛？哈。三年。五年。五年。他本来他太太在十几年前曾经跟他女儿到关渡让我做。你也在关渡做？对了，刚开始我在关渡啊。哦。陈医师都在关渡啊。陈医师？谁是陈医师？哦，你那时候跟他搭配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他等于是把这个疗法带回台湾来的。哦。是台湾的那个，他等于是我的曲模师。哦。
哦，所以他走了以后，你才搬回到这来？不是，从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几年了，因为我父亲的身体不好，我就回日本了。哦，你回日本？你是日本人呢、哦？我爸爸妈妈都在日本呢。哦。我的大儿子也在日本呢。哦。啊，我三妹也在日本。哦。所以你就回到日本去？嗯，待了几年。你去日本也做这个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回去照顾爸爸了。哦，所以你也会照顾，你也会处理这些看护的事哦。对啊，我一直在做这看护的，爸爸，照顾我跟妹妹两个照顾爸爸。哇，所以你也会灌食哦？我爸爸不需要灌食，他都没有灌食。哦。我爸爸都不需要。所以他没什么事啊。他有什么事？嗯，他最主要年轻的时候心脏不好，哦，做过 bypass， 哦，后来那个糖尿病，啊，后来医生说要洗肾，进一出都进得出医院了，哦，所以他只是身体比较弱一点。所以一般来说他都可 以自己吃饭什么都可以、啊、哦，那很容易照顾了，就是我每天给他马杀啊、哦、这样他躺着痛哦，不舒服，一直躺着是很背很不舒服的、哦、全身都酸痛、哦、对不对、嗯、啊他听得懂、嗯哦、对不对，每天躺着不舒服的。那你给他按摩一天，你给他按摩多久啊？早中晚。啊，早中晚都按啊。啊，一次按多久？不一定了，20分、30分这样按啊。哦。每天按，我每天按20分、30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吗？我用乙骨式的。你用乙骨式方疗法给他按了、哦。乙骨式的疗法就是现在你这样做的吗？对对对。对但是我放松嘛，筋我会放。我有跟那个台中一个叫严复雄，严老师学的手疗法。哦。还有跟他太太学浪月指压。什么指压？浪月，海浪的浪。哦。越南的越，浪月、哦。也是日本。也是日本式的，他就浪月德山人，他在日本有个学校，浪月指压学校。哦，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哈。嗯，还是有个协会。哦，在民生社区。哦，很多人用这种方法做按摩吗？嗯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浪月指压不太一样，跟一般台湾的传统不太一样。哦。比较有制度，他一样一阶一阶一阶要考试。哦，比较少听过哦。嗯。哎，老师，你学的很多哦。没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想学了，年纪大了就没有时间学了，对不对？一定都看患者，就没有时间学，对不对？该学的都学完了吗？还有什么要学的？还是要学啊，要多看书啊。新的方法是要研究，这样按摩一个叫做薄田按摩，轻的都不会痛。哦，我现在也是日本的，我是学日系的。哦，只有那个手疗法是跟严复雄严老师学。哦，好了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舒服，对不对？哎，吃饭啦，不能。你们呢？他们吃那个很容易饿，就是固定时间要吃饭。对，好。不然会受不了，对不对？